你剪拿剪刀进来咔下来。哦。对，黒いのより。OK。これ黒の。黒ですね。これより味緑色のやつより甘い。嗯。OK。他是跟我讲说那边的会比较甜，青色的会比较甜，不过这个很个人的啦，哦，你要吃什么都好，你剥一粒，如果你不要整串剥出来的话，你就这里拿一粒，那边拿一粒揣一下，不过他是这样想，这样看啊，所以说不是每一串都是好，就是根据啦，你揣一下，如果你觉得这串好，你就剪下来做，看哪里吃咯。哦，一路吃一路，不用洗。